国国际广播电台ที่นี่ CRI วิทยุปักกิ่งโอเ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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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万岁万万岁โอเล่โอเล่酸甜的好滋味喜欢在一起春暖的花儿开别提多开心酸甜的好滋味喜欢在一起春暖的花儿开别提多开心今天中午我点了三道菜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一道菜呢是卤豆腐这道菜呢是回锅肉还有这道菜呢是水煮牛肉看起来这几道菜都是非常辣的啊而且这个味道呢都是川菜四川菜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这一道就是回锅肉回锅肉的话是用猪肉然后再加了洋葱还有青椒来制作的这个其实不是很辣但是吃起来有点甜甜的感觉还有这道菜呢也是我很喜欢的水煮牛肉当然水煮肉有不同的做法有水煮的猪肉有水煮的牛肉那我们食堂因为要照顾大家的口味所以对我来说这道菜还是稍微有一点甜所以要就着米饭一起吃这个呢就是很好的搭配了两荤一素啊，这个素的呢是豆腐可以来调剂一下那我要享用我的午餐咯酸甜的好滋味喜欢在一起春牛母猪肉猪肉牛窝牛肉牛肉豆腐豆腐豆腐